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剪辑的窗台张小颖。那没什么好说的呀，咱们就继续吧。The king wants me to help him with a powerful ritual. He believes I have magical powers. How ridiculous is that? I'm a scientist. Why would I believe in magic? Look around you, John. We're trapped in a magical kingdom in the sky. Well, yes, but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now. There are things more urgent for us to attend to.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I think we should stop the king, too.He seems dangerous. I'll try to break into your cell through this wall. It's been weakened. Take this. Try to figure out a way to open this door. 这是什么？为什么他要给我一个磁铁？有的时候我真是很不能理解这些游戏制作者的想法。为什么他会给我一个磁铁嘛？我感觉这个游戏比较短。理解为什么，你就想为什么对面的监狱里面会，他身上会有个磁铁？你说他是科学家，对科学家，可是科学家身上就未必一定要有磁铁吧？Together again. Good, we've always worked better together. 真的很好笑。Door open. I'll go first. You never know what's waiting out there. It's clear. Nobody's here. Come on.觉得他在找死，该怎么说呢？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现在正在做科学家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也要做这个国王的命令，所有囚犯都要被折磨，查明他们是否与人类合作来污染我们的土地。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本来是之前的故事应该有讲吧，是不是这故事？好的，因为这里原本是很棒的一个环境，可是因为环境被破坏，导致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被严重的污染。这里面感觉应该有路，是没有路。那我手上有个小小的钥匙是干嘛的？我觉得任何人身上带个磁铁都很怪。他是一个气象学家，什么样的气象学家要随身携带磁铁？你说如果随身携带一个指南针，你说如果实验室劳拉随身携带一个指南针很合理啊？首先，现在磁铁是什么操作？对啊。好，我们得到一个齿轮。酷刑室。这个是制作钩子的。器材，我们可能又不知道要从哪里爬出去了。我在想，我没办法，如果说打开这个，隔开。Don't leave me here。哈哈，什么声音？我们还需要水，对吧？啊！ Help me, please.Set me free. I know how to get out of here. 看来他的真的被折磨得很痛苦呢。我们帮他把这个锯开。得到了一个坏掉的锯子，因为这个链子太坚固了，所以锯子坏掉了。没关系。我们再 please. 我们再找找看其他东西。这个应该是我们等一下要用的。
铸造那个模具要用到，铸造那个钉子要用到的模具。我们需要水，水瓶。Don't leave me here。你不要急，你让我去。How are you doing with that boy? I found a prisoner in here. 我一直被他哥吓到。I think I'm getting somewhere, but I need more time. Try to free the prisoner. I'll take care of the door. 好，我找找看哪里有水。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一点水。Hey John, how's the door? I'm almost there. One, two moves, and it'll be open. 水瓶。需要一个工具打开它。哦，这样就有水了。那我们直接来，我看看我还缺什么。把水倒进去，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去。Help me, please. 我这是要。它可以用来融化铁，那所以我们需要。Don't leave me here。他不要一直讲话。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把锯子修好，把它的铁链锯下来？那好像也不用，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融化。没有模具，我是无法制作刀刃的。哦，他这个是要重新制作刀刃的模具。我们现在是需要钩子，那我们还是只能。Help me, please.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应该是水泥，我在想。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是把钩子放过来压，那我压这个东西是要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他是要干嘛？不是很懂啊，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刀刃的锯子，水瓶，这个又没有办法拿起来。Help me, please. 还是我要先找到一个铸模，我在想。The king imprisoned us. He used to be a good king, but now all he wants is his.Vengeance. 让我好好想想。这个玩意儿，总不可能是把水倒进去吧？不可能。我现在我觉得，我要么我需要一个刀片的铸模。我回来监狱看看，监狱有没有东西可以用。这种游戏就是这样啊，就很简单。真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了。只有这几个地方。所有的实验杯子就在我手上。这可以开灯耶。应该有什么东西是我漏掉没有拿的，我在想。开到日本时间，我不一定欸，我都看我通常可能就玩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吧。很久很久以前，大概两年前吧，那个时候我都是一次玩到12点，呵呵，现在已经不行了啊！对，我们把刀拿来铸模，对，这个就是模。Help me, please. 好，我们把它
跳到这里面来。然后冷却。Don't leave me here. 都有。好，我们现在可以把他的这个。My hands are free, but I can't move. I was tortured, and I'm hurting. Please bring me a healing potion, then we can escape this prison together. 他大概会掏出一个钥匙给我。May be of help to you. 果然。以前玩身体是玩那种大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种大作，像什么巫师啊这种的。复活药剂配方，我看看啊。哇，他居然还要稍微考个，还要稍微考个这个推理测验呢。以前都是大作，那大作就是那种一不小心你就会玩很久的游戏。看看哦，草药，还有什么？这个还差三个。对啊，所以我一开始我也是玩大作啊，大作一玩就，我大概一天那时候一天会玩个两款左右，然后一款玩两个小时，所以那时候就玩很久。好，来我看看，我先把这个摆起来，然后呢倒水，然后呢把这些放进去，然后添加四个单位的蓝色精华液，添加，我这个要不要倒回去啊？我倒掉，添加五个单位的红色精华液。我以前这个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这个，想当年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游戏玩家。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我只能说现在已经不是了。唉，现在已经不是。等一下，我先要单位啊，单位。现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疯狂的游戏玩家了。这样这边是一。我要的是五，五怎么来？一，反正就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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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一二，这里面应该是一吧。其实我在干嘛？我要五单位，怎么减会是五单位？好，这样是两单位。哎，他都不能给我再多一个罐罐，讨厌。我可以先到三单位进去，再到五，再到两单位进去吗？还是不行？应该是不行。我在想，可能没这么好心。现在这边是两单位。啊，我要怎么量五单位啊？
这样这里是三单位。哇，我到底在干嘛？我想一下，不行不行，这种游戏玩过很多次，可是每次玩过以后，我就又会忘记怎么解。三位。三单位、四单位、三单位。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当时就是真的就是整天都在玩，那个时候就是很疯，现在就不会了。哎呀，我要七单位，完了完了，我今天脑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办法？找到了七单位，两单位的蓝色精华液。学生时代的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好，魔兽本身倒是不贵，毕竟它是包月的嘛。三单位，四单位，奇怪了，三单位。三单位，来，哎呀呀呀呀呀！那个时候，魔兽正红，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开始打工了吧？还是没有？可能没有。可是就生活费省一点，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花钱的人，所以相比之下，我的生活费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省的。六单位，六单位。两单位。魔兽有它的好玩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后来反而是正式出来工作以后，反而就不会去玩了。Help me, pleas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e king used to be a good person.Recently, he's changed. He treats us all like traitors now. The ritual he's planning, it appears 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terrible to you humans. You must stop him. To stop him, we must escape the prison. Can you help us? I know a lot of secret passages here. Follow me. I'll show you the way. 因为我一起玩的朋友都是大学的朋友，所以大家各自去工作以后，玩的人就少啦。Leave the door. It leads to the main entrance. Lots of guards there. I can show you a secret passage. 秘密通道。所以这个家我刚那边弄了，开了半天的门，没有用，因为是没有秘密通道。I sense a power of witchcrafters in you, young man. Use your magic and help me to move this wall. 他有魔法，他虽然还不会自己开门。Just try. Try to move the wall. Think about moving it.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atacombs. I'll stay here and set the other prisoners free. When you reach the outside, you'll be next to the castle. Thank you so much. Good luck. Come on, John. 所以也不至于到可惜啦，就是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哎，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变成连贯图的图案？首先，这个应该最后应该是植物奄奄的，植物奄奄的之前应该是下雨。幻想神域哦，幻想神域好耳熟哦，我觉得我可能也玩过，看看哦，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狗血故事啊？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鬼？可能是有一个人看到这可能是这群人呼天抢地，然后还有人看到了，可能他先祈雨之类的。好，那想必这个一开始是他们应该是这个祈求太阳出来，成功了。于是这个太阳就出来了，于是呢，这个树就好了，然后大家就欢呼。啊，魔兽我真的玩了4-5年，哦，可能不止哦，加上后来出来工作也还玩一阵子，大概玩了5-6年至少。啊，不知道正确的路，我看看啊，先走这里，这个应该要贴在这里。哎，我以前玩的可好了，玩的可好可凶了。我以前我可是那种伺服器手杀的那种，好不好？我是 PVE 玩家。想当年我也是跟着我们的团队，我们也是拿过那个副本伺服器手杀的人。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每天晚上我们从7点开始出团，然后出团到12点多。那你出团前你要有出团前的准备，出团后也要出团后的准备，我们每天就这样玩，疯狂。办公室，碳和灰烬，坏掉的斧头，对啊，所以我以前玩很凶的。From time immemorial, 哦，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和魔法生物生活在一起。哎，我只能说，魔兽也是一款害人不浅的游戏。我认识很多学长姐，也可能没有学姐，我认识很多学长，就是玩魔兽玩到各种被二一退学的。Humans and creatures helped each other, exchanging their magical gifts. 人类和魔法生物。友好的生存。Witchcrafters were humans who could help clouders to control the weather. 魔法师竟然是气象学家，他们这个控制天气，帮助云使者控制天气。所以刚刚在天上探头那个家伙是云使者啊。还有一根这个。Witchcrafters can unite their magical powers with clouders to rule over the weather in a truly powerful way. 控制天气？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找控制天气？因为他哥是一个气象学家吗？一些拼图不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棍子。
这里没有。他说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奇怪的戒指，我要把它藏起来。如果光知道我有，他会发生什么事吧？一个戒指，我们要找一个戒指。我当时也玩得很凶，可是还好我的科系很好混啊，还好我们科系很好混，所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斧头，这斧头我能干嘛？浇水。去外面看看吧，外面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水罐。哦，这是花瓶，对不起。需要更多花。这是什么？一个可爱的小木马。然后花。三朵还不够吗？够了。绳子。水罐，这不是水罐，这个呢也不是水罐，这个呢也不是水罐。我们戏就真的就很好混，这真的不是我在讲，这真的就很好混。太阳跟腰带。太阳，太阳在哪儿啊？话说我昨天有去看那个你说的那个两个游戏，可是他们好像都不太适合，因为它好像都不是 Steam 上有的游戏，因为我在 Steam 上就没有找到，还是我应该要还是它是中文还是英文输入的，但反正 Steam 上我没看到。一块直的铁来修好它，哈？它指的是什么？是那个化妆镜？不是啊，它是 Steam 的游戏吗？一个别针短，而且不会帮我磨进轮子的，或许对其他东西有用。我把它夹出来看看，办法。抠出来也不行。另外一款是什么？尼尔人形，对不对？那一款也没办法的样子，因为那一款我看到它是 PS4 的游戏啊。钉子。到底是什么鬼？可能是用来磨斧头的，我在想。这不是一个磨斧头的吗？不是吗？那这是什么东西啊？看不太懂。尼尔啊，你跟我讲尼尔啊。胶水。拆线刀。钉子。哦，真的哦，所以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也不是我的菜。我可以砍下那些根，斧头太钝了，所以我就是应该用这个来磨斧头啊，这应该是一个坏了，我必须把踏板。这个声是什么烂翻译啊？我真的只能说这是什么烂翻译。我必须把踏板放到剩余的上面。感觉啦，我没有实际玩过。
而且说真的，我玩游戏很少玩到第三轮哦，我通常第二轮就会失去耐心哦。碳和灰烬，能夹出来吗？不行。钉子、胶水，我只能说烂翻译。腰带，腰带，这个时候要腰带要干嘛？腰带，我只能说这个烂翻译能看得懂。He's a powerful god. Maybe he could help us stop the king. Perhaps we could find him using this gem. 他为什么可以找到这么奇怪的东西？佩伦宝石。我们先砍断他的根。哦，我们先要砍他的根来做，砍掉他来做桥。佩伦宝石。呵呵。我要清理，用斧头清吧。那我等一下晚一点去勾关看看，这是要干嘛？根据这种游戏的这个风格，它会不会是要我要经过所有的点，然后……啊！要掉下来了。啊，这是什么东西？标记坏了，我应该要去找到一个新的标记。吓我一跳，我以为我把这个玩坏了。还差一个拼图。我轻轻一碰，那东西就坏掉了。那不是我，都不是我害的。我就轻轻碰了一下。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必须想办法系上别针，连起来。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玩，我觉得我也很厉害。哎，移动鸟穿越迷宫，并且让其只经过每个节点一次。看看哦。这样不行，这样。
到达城堡，这就城堡了，这么快？竟然不是这个。一个太阳符号的一个，哎，我找到一个关键道具，还有一本书，要激活机械装置，点击所有下列地图啊，什么都没有，被死掉。嗯，竟然不是，它可能要放在，竟然不是，我们先回去开之前那个道具好了。他的手呢？眼睛也不见了。好，我们先回去开之前这个门。移动线让标志完整。看看哦。我不应该打开别人的信，这种话他说得出来。我们玩这个游戏从刚开始到现在，我们干了多少坏事了？你现在告诉我，我们不应该打开别人的信，你是认真的吗？我的朋友国王醒来看到我们的土地被摧毁，他就疯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被遗忘的雷神佩伦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去哪里找他呢？诶，看来我们要找一个雷神佩伦，佩伦的戒指。那我们现在去找佩伦。Go on, I'll stay here on the lookout. 这里面为什么一只手？哎，我们先把手给它装上。那眼睛呢？百叶窗钥匙，哎，拨火棍。等等，拨火棍。我得到了一个赞。我得到了煤炭，煤炭。我得到一个煤炭是什么意思？他总不会告诉我煤炭可以当他的眼睛吧？这是太胡乱喽！哎，要激活装置必须要有所有东西，那就想必是这儿啊。出来，水罐、盾牌、苹果、狼，还有一个斧子，斧子，
是这吗？啊，真的很脏，那怎么办嘛？我等一下来擦一擦嘛。我先给这个雕像装上他的眼睛。这个哎，我说打开这个窗的意义是什么？强光，这就是我需要的。哦，我们要让这个光反射镜子，然后照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上。围巾，所以它应该需要一个镜子，对吧？就是这个啦。哦，是我们要用别的东西反射到他的手上。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反光。我们去外面找好了。我需要一对耳环。不是，他那个镜子是用来那个开门的。所以他要，这应该就是我们需要的镜子。鹿羊皮纸笼子蜡烛、骰子、铁链，哦，还有一个空玻璃瓶。噔噔，得到了一个银盘子。哎，走错路了，我们要到这儿。好，我们把这个放他手上，然后门就开了。哦，不是门开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哦，我们是要找那个什么雷神佩伦是吧？ Clouders and witchcrafters work together. 云石蛇和魔法师一起合作创造强大的天气效果。The king of clouders can use the prism to expand his powers even more. 国王可以用这个，你看彩虹吧，森林镜吧。他以前有头发，国王以前有头发。The combined powers of the king, the witchcrafter, and the prism can be used to create the most powerful weather. 他们还可以。The deluge. 哦，他是要召唤洪水。This is the ritual the king needs John for. It will flood the entire world. We have to stop him. Smay, I must warn John. We have to hide.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约翰，躲起来 ！John， 来不及了。There you are. I'll teach you obedience. What's this? Can I? 他以前没有头发的时候看起来就很丑，好吗？就咕噜的样子，你知道？哈哈。Ivar. 刚刚发生什么事 ？Do you know someone called Perrin? Perrin.The creator. Yes, I'll take you to him. 哎，既然找佩伦可有用，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带我去佩伦？一开始真的很丑，你没有看昨天那个吗？ He uses magical defenses. No creature can disturb him. But I know he has a weak spot. 他对人类有一个弱点。Climb the hill and find. 他对人类有一个弱点是什么鬼啊？他喜欢美色吗？我们要牺牲主角的美色吗？如果主角有美色的话，自然和生长之神啊，好吧，没有想到这个游戏还比我想象的再更长一点。
哒哒哒，我看看哦，这个还一个，然后。这个样的，我真的不知道，主角年纪应该不小了，美色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应该是要修好这个桥。The bridge is damaged. I can't use it. How would I get? 哎，好可爱哦！他手上拿着什么？一个线轴，坏了的钓竿，枯树枝。我们需要一个。这应该是海浪或什么的意思吧？不好说。但这个游戏是一个阐扬正面价值的游戏，不要乱想了。这是一个阐扬正面价值的游戏，好吗？坏了的钓竿，我们要给它装上线，线轴应该就在这个海獭手上。可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海獭救出来呢？我不能直接把它拿开吗？哎呀，好可怜，你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拿开吗？这个怎么办呢？他又不要这个花，奇怪嘞！他又不要这个花，哎，他要啊，好吧。这是什么？一个碗。一个碗，碗能干嘛？碗能装水。装水能干嘛？哎，我的碗呢？碗可以，水可以洗掉污渍。然后我拿到了一个骨钩，我觉得应该是装在钓竿上的。我觉得那我要怎么救出碎石跟铁块？这个是用来打火的吗？这可以打火吗？可以，好，你自由了，去吧。好，我们来勾个什么呢？ The bridge is damaged. 勾个木板。木板给铺上，台立木板把洞堵住。咋？什么鬼啊？大家先自由的，我先把这些家伙移开，我都看不到了。你。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好过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因为我的计划是今天要结束这个游戏的。卡住了。如果我打破它，机动装置应该会自己工作起来。这个打应该没有用吧？我在想。哎，等一下，我看到一个什么亮晶晶。这关的收集品我都没有收集。可以的。我们加快一下速度，可以的。我需要结实薄的东西来打开这个箱子，镰刀上啊！呀，镰刀坏了，太脆弱了吧？你就这样坏掉了？啊，我的镰刀坏掉了，太弱了，我怎么太弱了？
我买了很多解谜游戏，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我。去年东特我买的全都是解谜游戏。嗯，有剑盾的符号。好吧，我手上现有的东西，先把这个打坏再说。哦，可能需要一个把手。移动绳结，直到没有交叉。我们就是走一路乱按风格。仪式锤、碎石铁块、矛，矛又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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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啊矛？嗯，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要打开这个箱子。我们如果能拧开这个就好了。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小螺丝控制杆，控制杆。碎石跟铁块，我们可能要照亮里面。哦，我得要让这个神像把他的手放开，那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拿到这个交叉的这个剑的符号的东西。那交叉剑的符号的东西我们要去哪找呢？这里是需要把它拧开。哎，等一下，刚刚说什么？他刚刚有写说，哎，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是我的错觉吗？控制感是干嘛的？我还真看不出来。哦，回头看看好了，会不会在前面？这里没有。嗯。这个可不可以点火，或是用点什么东西把这个火？毛，想想看哦，这边没有路可以退了。山腰。我们手上有绳子，重点是我得拧开这个，这个又没有办法直接把它锤开。佩伦的戒指应该也没有用吧，应该没有那么神奇。毛有毛用啊，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用才对。这里有个洞，我一直很想戳戳看这个洞。我们应该是要用那个剑来把这个打开。我有办法把这个石头撬开吗？可以。嘿嘿，打开。我看我现在正在加速，速度的。东西应该是要跟绳子结合的。
速度，快刷。召唤佩伦，缺两只眼睛。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奇怪，这个鸟是什么？怎么什么情况？莫名其妙，我摸了两只鸟，缺了两个眼睛。我们手上的……这是什么？这是眼睛吗？没有头盔的威武骑士。他是一个缺少盾牌的威武骑士。咱们先把他的眼睛给装上啊。拿到了头盔跟火把，那火把当然先把它点着啊。然后我们把它的，哎，它的头盔坏了，缺什么？缺一些部件，部件就在这，我们得把它拼起来。我觉得下面有一个啊，这不是吗？我觉得它是哎、欸，哇，怎么办？感觉这个是，哦，点这，还有一片，还有一片。哎，我反而是这种找东西的还蛮累的，找不太到。好了，现在我们到一个盾牌，盾牌，盾牌是他的，盾牌。好了，我得去修好头盔。那我们修好头盔之前，我们先来。这边找这个洞里面的这个部件，一个宝石。好的，我们给它装上。头盔还缺少东西。还缺什么？鸟毛吗？硬币。我们下一个游戏应该会是一个，应该会是一个，应该也是解谜，可是它不是，它就不是点击解谜，它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也不算动作解谜吗？反正就是探索类的吧。下个游戏应该会是探索类的解谜。开门啊！等一下结束之前我再去看。传说中佩伦的祭坛，前面有三个测试在等着你，力量、智慧和勇气。他怎么感觉有点像那种博物馆里面的展览区那种感觉？证明你的力量，打爆他。不能吗？不是要证明我的力量吗？哦，我们需要一个撬棍，等一下去找。这跟证明我的勇气有什么关系？哈，这么随便的吗？
证明你的智慧。放置星星，让他们按照。哦。看看哦，绿色，不要绿色，黄色，你这就是一个很 free 的一个游戏，也不是件坏事，也不是件坏事啊！我看看哦，我们不能够两边邻边不能是一样的颜色，上面是黄色，我觉得不行，紫色的话也不行，红色的话。也不行，那这个紫色呢？可以，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好，来，我们试试看撬棍。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游戏。起床了，佩伦。Who dares disturb me?Show your face, warrior. 一个奇怪的老先生，看起来是个维京人。Mighty Perrin, please listen to me. I need your help. You have passed all my tests. Some of them with your wits rather than strength. But I appreciate that. Speak. The King of Virai wants to flood the earth.It will kill all people, animals, and magical creatures living there. This sounds serious. 他已经得到，没错，而且那个灵镜还是我们帮他拿到的。He cheated me into getting it. 有点心虚呢。Will you help me undo this mistake? I can help you. To defeat the king, you'll need the Zmei scepter. 需要一个权杖。It can banish Zmeis, and it is a powerful weapon.I'll create a magical portal, which will take you to the temple of my eternal enemy, Veles. The scepter is hidden there, but be careful. Zmeis swarm around it. You can navigate through the portal using star constellations. 好，我怎么觉得突然就高科技了起来？好吧，它还是魔法。好，走吧。透过匹配星座来穿过传送门，哈？我不懂意思，什么叫做匹配星座？哦，点两个一样的是吧？等一下，这个有一样的吗？好像很好吃。哎呀，这个跟这个好像也可以吃，这个跟这个，蛇杖，看得我都有点花了，个树。这是一个勺，我没有随便乱按，我认真的解了谜，我解了谜的。
我没有办法修理 Zemi 不是好邻居，我们要搬走咯。他可能是要修理一个船，我们帮他修理吧。我们需要木板，然后需要胶水。这是一个什么 Zemi 岛啊，金色的管子牢牢地撑了，撑住这把剑。嗯，那我们要找到一个蛇头，我想可以的。它是锁上的。对啊，这个都有门都坏掉了，它锁上干嘛？有什么意义？一个圆形的一个云端钥匙物件。权杖就在那，可是太结实了，没有办法撤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刀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哦，它的巢穴。眼睛。我们是混乱，我们讨厌秩序，我们不工作，我们帮助带来毁灭。啊，我也想不工作哦。嗯，脏乱脏乱，哎呀，有一条蛇。蛇不喜欢噪音。鱼骨锯，也许我们要制造点什么噪音。我需要你这种残酷无情的生物。这些骨头厚而且结实。照样把你给锯断。好吧，我看看哦，孵化出的蛋、鱼骨锯、血压零件，什么东西啊？云端钥匙部件又什么鬼啊？我跟你讲，我是经过思考在按的，我并不是从头到尾都乱按的。我有时候也是会思考的，你知道吗？哟，什么东西啊？恶心！这个要擦什么？随便擦擦。是要擦什么？先不管它，太脏了。我其实一直都有在思考，只是大家都看不出来。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我是在思考的。坏掉的剑不是这个东西吗？这个波浪骨，波浪骨孵化出的蛋，这个是没孵化的。旧鞋子，这个手镯，这个吗？波浪骨，你没有听过睡眠学习法吗？我觉得这个是孵化的蛋啊，它没有反应。哦，在这。好嘞，现在插一个波浪骨，让我看看哪里有波浪骨。波浪骨还是认得的。我没有看到波浪骨啊，还是他的波浪骨跟我认知中的波浪骨长得并不一样？一直点错我会被惩罚的，快点帮忙找波浪骨，快点！波浪骨。
波浪鼓没看到，没看到波浪鼓啊。我觉得波浪鼓应该很好认啊。这里是有一根小杆子，这哪是波浪鼓啊？这哪是波浪鼓啊？这什么东西啊？波浪鼓的妈妈都不认得啊，还差一个。啊，原来是这样玩的吗？原来国外的波浪鼓是这样玩的吗？啊，原来外国的波浪鼓看起来这么高科技，我真想不到。好高科技的波浪鼓。哦，一个舌头。坏掉的桨。看看哦，玫瑰泡菜，哎呦，这好可爱的老鼠。盖的生煮锅，所以我要帮他找到他的盖子。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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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子。汤匙，羽毛。锤子哦，哎呀，还差一个毛，这里。看看，这个先放这。哎，欠揍！敢阻止我？好，我们现在拿到一把剑，这有什么用？我们可以点燃这个壁炉，这个应该是要来做成沥青的，我在想。我可以点燃它。没有办法直接用手，哎，也不能用刷子，那用这个吧。然后我们拿去修船板。可是我还是要把桨修好，我得找到个杆子把桨修好，我们再到他的洞穴里去寻宝，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泄压零件，不知道是什么。看看这里。哦，好，但是我桨还是没修好，我还是得修好我的桨。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可以藤蔓。藤蔓。这个可不可以替代一下？
The storm. Is the ritual starting? All the Zmeys are flying away. Go! I have to hurry. 速度速度还有15分钟。它会咬人。它会咬人。那我怕它吗我。哦这是我们要的权杖。火焰之中有东西。除草剂。除草剂。我看看哦，除草剂是什么鬼？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材料。我们要把他嘴里的东西弄出来。怎么把他嘴里的东西弄出来？除草在这，所以我们得先找到红色的宝石。红色的宝石又在那个什么家伙的眼睛里面。那我们要先找到一个东西，把那个，把他嘴里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把他嘴里的那个，神奇宝贝。为什么红宝石你会想要神奇宝贝？又没有叫做红宝石的神奇宝贝。还是有，不对啊，应该没有啊。什么受不了了。冷静下来。怎么？沉默之秋，沉默之秋应该就是怪物跑来跑去的游戏而已吧？嗨，我找到一个东西，用这个把它戳出来，也不能把它戳出来。那我们用这个把骨戳爆，戳爆，不能戳爆。蛇的牙齿，哦，哦，得到了。好，我们先回去。说真的，这种类那个《沉默之秋》这种类似恐怖这种僵尸跑来跑去的游戏，我是完全不敢玩的。好，我们现在调配了可怕的除草剂，我们现在去杀那个食虫植物。虽然说，我觉得这个一点不可怕。浮雕不完整。哎呀，那我们还是得拿到这边这个。那我们得灭火，可是我手上没有可以灭火的材料啊，怎么办？我们可能需要拿到一个。我们得要有一个可以灭火的材料。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把它从火里拨出来的工具。但是这边好像也没有东西了，怎么办呢？嘿，嘿嘿，嘿嘿嘿，我不行。丧尸恐怖游戏我都不行啊！为什么又是这种？ We ally with the king when it suits us. 我讨厌这种类型的游戏。还记得我们前天被这个游戏
折磨成什么样了。尴尬，我觉得我好像按错了。Oh no！再一次，唉，这个很烦，我跟你讲。这个你第一次转错，你后面就很惨，后面就不用玩了。啊 ，shit！很烦，是因为你转错一次你就重按，就很烦。The King of Virai wants us to bring chaos and destruction, and we do it because that is who we are. 这些蛇就矮就喜欢捣乱，不对，是这些奇怪的东西就喜欢捣乱。但是现在这是我们的了。吃我一罐，吃我的神棍德，吃我的棒棒。这很像以前我们打那个，等一下，使用绿色符文没有任何相同地方的黄色符文进行防守。乌啦，好吧，他现在的。I must go. John. 哎，不是说好我们可以赢的吗？怎么我们就被弄昏了？哎呀，普悠玛出轨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我们怎么被带回来的吗 ？What happened? You have beaten the Smays with the scepter. 力量太强，无法驾驭。那怎么办呢？让我哥哥来吗 ？You fainted. That's why I brought you here. But how is that possible? I didn't know how to use the scepter.There is strong magic within you. Your magical powers and strength of will have activated the scepter. Will you help me now? Of course. I will create a portal to the castle. And I'll adjust the scepter so that you can use it. 好，取得了权杖。那去吧。佩伦会不会也反派啊？那就很坏咯。应该不至于吧？他要弄死我，刚刚就可以弄死我了。Go through the portal and confront the king. 走，我们去。走，我们去干掉国王。Thank you so much. Take the scepter. 交给我。哦，真的吗？我等一下去看看普悠玛的童年记录。我还蛮好奇他到底跟调度员到底讲了什么东西的。那应该是很关键的，很关键的对话。我在想。哦，麻雀云，什么？你不要爆雷，我等一下自己去看。四分钟时间，我们要跟着那个国王。哇，我们这边还得解谜，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来不及了，可恶！不行，我今天我一定要把它解完。
拼了命的，我一定要把剪了。被没收的配方，它是被禁止的人类技术，炸药。我们要炸城堡啦！我不能用手拿它，那我们能不能用权杖拿它？炸城堡，炸城堡，炸城堡，炸城堡！等下我先看一下我们。哎，刚刚他炸药需要什么配方？是灯芯和仪器。罐子部件。要给这个罐罐塑形。水从下面的洞穴流走了。我们应该是要堵上这个洞穴吧。错到门密码部分。咦，可恶。错到。为什么是这个造型的？为什么他拿起来可以再放下去的？我必须设好，设法粘好部件。真热。热的风蜡，粘上，嘿嘿，嘿嘿。Perrin was right. I have to join my powers with John like it's shown. 这个就是兄妹同心，其利断金。我们要跟他的哥哥一起，我们两个要一起打。打败那个疯狂的国王，但在那之前，我们要先找到所有的符号，弱掉了。是什么一个钥匙？专心点，时间有限。有的，有的，有的。这个鸟的脸是，这是被什么东西糊过了、啊？这个为什么长这样？这两个符号在哪儿呢？一个在这儿，另外一个在哪里呢？在哪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好，现在我们可以，约翰刚刚被抓走了，我们先去救约翰。先出，哦，他闻起来像消失。我们不能用锉刀把它锉下来吗？锁的一部分不见了，这是什么？钱包、盾牌、水晶盾牌、水晶盾牌不怕魔法。The king is leaving. This is my opportunity. I must get in there. 好，我们要进去怎么办呢？要用炸弹吗？要放炸弹了吗？我们要放炸弹了吗？我看看哦，三角部件，三角部件什么？三角部件？那啊！可恶，不行，我们再挑战一下，再挑战一下嘛。
一三角部件少一个角。哦，找找看，我找找看。咦，怎么办？哎，哎，等一下，面罩需要一个容器。好吧，我们先解这个三角部件吧。哎，不是这个，是这个。No， 我讨厌这个。Oh no！ 啊，我讨厌这个，我讨厌这个，我讨厌这种东西。这个很烦，这很烦。啊，烦。怎么就跟刚一样吗？混蛋。讨厌我还滑龙道，我不喜欢玩这个，讨厌！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陪他玩滑龙道？他不能自己跟自己玩吗？真是很糟糕哎、欸！它是不难啊，只是我就不喜欢玩这种游戏。哦哦哦，来了，这个该是放炸药的时候了。来啊，我们需要什么呢？硝石、木炭、硫磺、绳子跟袋子我们已经有了。硝石、木炭跟硫磺，硝石在外面，我们刚刚有看到。木炭应该在里边吧。沙子很，我必须先把它们分离，然后筛子是坏的。干得好，你个混蛋！我们先 ，no 不，我不要，我不要玩，我不要玩满满的解谜游戏，我不，绝不。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玩纯解谜的我，我现在比较喜欢玩这种着重于故事性的解谜游戏。如果是去年的我，可能会被你吸引，但是今年的我已经不是去年的我了。这是人生欸，这不是重点，我们继续解。金属的小块块，这是什么？不是这个吗？长得很像啊。也不是这个吗？长得很像啊。哇，找不到，还缺一个，这个，哦，
到了一个哇嘞，我觉得他要我玩一只游戏，他要我分开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啊，我得先天平消失。我现在得找到一个可以修好这个纱网的道具。所以我需要一个筛子，熄灭它再取出。直接打爆它。不行。不能用这个水吗？我要熄灭不能用这个水吗？好像不能欸。那我能用这个熄灭这个火吗？算是烧起来吧。我需要熄灭这个火。或者是我需要先找到一个纱网。哦吼。来吧。来吧，放炸药了。哦，沙子是要用来熄灭这个。来，好，我看看哦，50%的木炭，25%的硝石，50%的木炭，25%的硝石跟硫磺。炸城堡啦！这有一种来决斗吧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决定，就是你了，皮卡丘啊！等一下，我在干嘛？哦，要用没有任何相似符号，上吧，皮卡丘！啊，哈斯，讨厌这种东西。战马皮卡丘。John, finally. 我认识这个符号。这不是我们之前开门的符号吗？太冷。这是什么？把手。那是什么东西啊？对啊，这个做的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I can't move. These ties seem to be made of clouds. 这纽带好像是云做的。他们是湿的。Look at my pouch. The gloves may help. Don't worry, John. I will set you free. I'm on it. 交给我了。手套。那我们戴着手套拿这个冻住的这个什么东西，结冻的宝石。这个结冻的宝石可以用来冻住这个云吗？可以。John, stay with me, John. Enough. I should have disposed of you when I first met you. No!我们辛辛苦苦爬上去，我们现在又要再爬一次。冷血无情。我需要把松动的钉子拔出来，而不是把它敲回去。我的意思是叫你直接把这个敲烂，我并不是叫你敲回去，好吗？太高了，够不着。
超这是什么东西研磨宝石研磨宝石好吧不吉利的女主未抛光的水晶宝石在发光一个放发光宝石的好地方啊哈哈等一下哇我发财啦发达啦来这一趟物超所值啊来看啊羊齿蕨我要先拿到剪刀才帮他把它弄出来发达了这个雕像来我们先把这个剪下来然后开锁不觉得打开看到里面这么有钱你会觉得惊喜 surprise 哎呀就这样吧好吧看来我们还是得到前面去开这个箱这是什么魔石哇哦感觉好奢侈哦带来一个箱还不够再来一个箱够了吧女主你到底有多矮啊你这个盾牌可以保护我不受到国王的飞弹之害需要很多宝石绿宝石手稿酒哎酒呢哦酒这不是钱包吗是我误会了吗不是项链吗？又是我误会了吗？沙漏头盔，头盔，长手套，长手套，嗯。我怎么看都觉得是钱包啊算了他说不是就不是吧项链哦他的钱包是这种长手套长手套应该是布做的那一种吧应该不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吧结果竟然是啊哈思想上的巨人对吧这我懂思想上的巨人 Now I will be protected from the king's missiles 啊这个标志后面有暗藏的保险箱吗这个女主想跟我是想的是一样的The flower fern is a magical treasure that can grant any wish Only a person pure of heartcan find it. 好像不是这个。
呀，这是一个什么萌萌的猫头鹰？一个可爱的萌萌的小猪，小猪。然后一个小姑娘吗？小姑娘。It can grant you riches.Or can help your dear ones 它可以让你富有 to get back to health. 或是帮助你爱的人恢复健康，请谨慎地使用它，没问题。等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开后面那个保险箱，然后我们去把约翰治好，然后我们就干掉那个国王。等一下，这是什么？门钥匙？哪里有门？这里有门。玩这种解谜游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一次把所有你想玩的解谜游戏玩一次，还有各种。哈哈，我得到你了。然后呢？先看一下约翰在哪。Come on, little flower, do your magic, please. 我们这时候应该从后脑给那个国王一棍子，你知道吗 ？Flower, its magic made me stronger. 魔法让我更强大。You were right all along. I do have. 他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神棍。Provoked me into using it, but I can't control it. It just bursts from me. Don't worry.I understand this magic and will guide you. Just join your power with mine. We must destroy the prism. 我有预感我们要战斗了，来吧。The ritual is complete. I have no need for you anymore. 拿出我们的盾牌。I need to fight the king with the scepter.I will kill the both of you. Ah! Go, get the prism. 它有点卡卡的。来。我总觉得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上一代我们也是这么玩的，对吧？他生气了。你出来干嘛？我有盾牌挡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出来？ You can't stop me now. 扑过去，扑那个，卡住了。呐呐呐。错了吗？混蛋 ！John, now. 哦哦，这有点凶残啊 ！At last, it's over.这鸟好喜感哦，不该怎么讲，好像很喜感。Mary, on behalf of all magical creatures, I thank you. As the old laws say, 不管谁打败了国王，都想娶了。这家伙要继承王位了吗？John, you are the new king of Virai. You may return to Earth.To say goodbye to your world, please present the scepter to John. 良心话，我拼死拼活瞒了半天。I'll do what I can. 然后我哥当了国王。Prove worthy of this honor. Thank you, sister. 这什么道理？
You never stop believing in me. 这什么道理? Harry and John returned to Earth, bringing the flower fern back to the valley. Mary decided to remain behind. John returned to Virai with Aitvar. There, he would protect the balance between two worlds, the human and the magical. <笑>多温馨的游戏啊！ 好，我们明天，我们下礼拜一要玩的游戏叫做 The Eyes of Ara， 应该是这款 The Eyes of Ara，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游戏，反正应该是一个，就是也算是解谜，就是一个探索的解谜游戏吧，我猜。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啊，今天虽然有点超时，但是我们还是成功的搞定。什么阿拉之眼之类的一个游戏。 The Eyes of Ara， 啊，礼拜一就知道了，礼拜一就知道了，我也还没玩呢，还没开呢。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啦，那谢谢大家，下礼拜一见，拜拜。